小胖说今天要带我去吃正宗的日料，走起。到地方了，就坐这会儿了。小胖开始点菜了。看一看他们家店的日式装修，这边还有这种榻榻米，光脚上炕吃。给了两杯餐前的小热茶，我的吃的推个小车来了啊，整的还多有仪式感。你看这日本这整的，然后先送给我这边的套餐，还有一份炸天妇罗，紧接着给小胖送他这份小锅，还点火，他这份好啊。紧接着开始上水了，还得给个小纸儿垫着，都上齐了，给你们看看，怪不得人家日本料理卖的贵呢，这盘整的是真多呀。打开看一看，这是一份汤，大酱汤，这碗是一碗小鸡蛋糕，这边是炸的天妇罗，这个是馊拌面，叫荞麦面，这是六块小寿司，小胖这份是一份小热锅，羊肉锅，这里是一碗小米饭，也不知道吃不饱的话还能不能续。你们感觉这样一份日料怎么样？新吃这碗荞麦面，它是蘸这个汁儿吃的，开吃了，很凉快，吃起来很爽口。这个汁儿就即使蘸上普通的素面也很好吃。一盘炸天妇罗，这个是炸秋葵，还拉丝儿呢。炸虾，这虾可大一个了。炸南瓜，贼甜呢，老甜了这南瓜。最后一块炸蘑菇，特别酥脆。还有一盘小寿司，这个是鱼子，这在嘴里头那个鱼子一颗一颗爆开来的。三文鱼，这三文鱼一点也不腥。甜虾，这个是金枪鱼，超好吃。这个是贝柱，很甜呐，这贝柱。还剩最后一个了，不知道是什么鱼的鱼子，这个不好吃。还有一碗小鸡蛋糕，这里面有贝柱，还有鱼肉，好吃。最后一碗大酱汤了，收尾。结账去了，花了3751。